有请这位优秀运动员上场，掌声有请。你好，欢迎你。哇，你这噔噔噔噔噔噔，全是大奖牌啊！哇，这个得给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含金量都很高的，小叶姐，这可不是普通的奖牌。因为我刚才看到他那个穿的是中国队的战袍，所以他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所以是代表我们中国初中的运动员、啊。对，因为那个衣服不是随便穿的。啊，您先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再介绍一下您的沉甸甸的金牌。大家好，我叫王玉琴，我今年35岁了，来自山东德州。欢迎您。这沉甸甸的一块块奖牌，先给我们讲讲吧。先说这一块吧。哦，这块因为现在我是教练了，这是我第一次带我队员去参加省运会获得的第一枚金牌。这两块是2010年我参加亚运会的时候获得的两枚金牌。哇，这是田径是吗？对，田径。一块是一块是200米的金牌，另一块是400米的金牌。太棒了，这个是不是更有分量？这一块是2015年残疾人田径世界锦标赛获得的4×100米接力的金牌。哇。世锦赛很厉害的啊！这几块奖牌当中，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块呢？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我2015年获得世锦赛的这一次了。背后有很多曲折的故事是吗？那是对，2014年的时候6月份我参加了那个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当时成绩很好，然后被那个国家队的教练再一次看中，就选进我。进了国家队，同年的11月份呢，我就来到了广东东莞的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在那里呢和其他的几位伙伴们会合，我们就组建了中国第一支盲人女子4×100米接力队。那去了广东东莞适应吗？刚开始去的时候吧，觉得还可以，成绩就是突飞猛进，用教练的话说就是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自己天生有一些天赋，再加上非常优秀的这些教练啊陪跑者，成绩是大幅提升的。对对对，可是成绩上升的这个阶段，我的身体就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怎么了？那时候身体特别的沉重，就腿就像灌了铅一样那种感觉，特别的沉，然后就跑不动。怎么突然这样了呢？做了那个西医的那些诊断出来之后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又带我去看了中医，中医大夫就说我是因为在对这个广东的气候不适应，湿热过重导致的这些，吃中药开始调理，一吃就连续吃了2个月，都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而且这要备战这个世锦赛，对对对，没有更多的时间给你去调理的机会。对，比赛之前有一次测试嘛，然后我的成绩不是很好，没有替补的好，因为我是主力当时，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世锦赛关系到就是中国队拿这个里约奥运会入场券的多少，所以领导特别的重视，就决定想把我换下来。但是教练呢，他就是因为他看到我平时的努力，他一直跟再三跟领导沟通，就把我留下来。参赛前状态调整回来了吗？没有。没有。那没有。参赛的那一天的状态回来了吗？参赛的那一天，我就觉得是我这几个月以来最轻松的一天，整个人就是什么都不想了，什么也不考虑，我就放下所有的包袱奔赴赛场，跑起来特别的轻快。我是第三棒，因为我要完成和第二棒还有第四棒两位队友的那个棒的交接，所以我就顺利的完成。最后我们战胜了强大的对手巴西队，获得了冠军。我这一颗悬着热的心终于快快落下来了。当我就是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国歌响彻天空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因为说实话，辛苦了，辛苦了。这不好意思，这一块金牌对我来说，真的来得太不容易了。